呀，这个臭娘们去哪儿了呀？饿死我了这！啊，饿死我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嗯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我都饿死了这。就知道吃饭，我不是给你零花钱了吗？你就不能到外面去吃盒饭吗？哎呦，就你给我拿60块钱，哪够吃盒饭呢？现在一包烟都要20块钱，还吃盒饭呢？那你这意思是说，那你的烟钱我还得给你另算呗？那倒不是不可以。老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提前给我一只下月零花钱，下午呢，我出去我自己吃盒饭。瞧把你自己说那可怜样。我一个月给你60块钱的零花钱，对吧？嗯，我让你戒烟你不戒，啊，你吃家里的，穿家里的，用家里的，你还要钱干啥？哎呀，结婚的男人好，结婚的男人听话又能省钱。行了行了，你要是想要零花钱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嗯，我给你出道题呢，你要是答对了呢，零花钱你想要多少就给你多少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的吗，老婆？敢不敢挑战？你放马过来！啊，听着啊，什么东西站着的时候是立着的，坐下的时候是分开的，啊，友情提示，这个东西离你的腰很近哦。嗯，难道是钱包？对。嗯，不对，难道是背包？站的时候合上，坐下的时候打开？你个笨蛋，不对。很近的地方，我知道，难道是裤子、鞋子、裤腰带？啥裤子、鞋子、裤腰带？你脑子长草了是不是？我看呀，你脑袋就是进水了，真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你的。哎呀，老婆，我不知道，你告诉我。哎呀，行吧，既然你答不上来呢。那零花钱以后你一分就别想要啊！别呀，就自力更生吧你。喂喂喂喂！